多的迄个歌，教会开的是一对杨贵老先生的水牛的小说来的。我今仔日有这个机会，让大家唱一挂和杨贵啊相关的歌，是我的荣幸啦。哦，咱这个我姓朱吼，朱月信，有一个姓朱的家伙在巴德路那边上班吼，什么轮的那个啦。他说啊，如果没有国民党啊，在一九什么时候来的？你说他是1949年来台湾，1949年来不会好。如果没有国民党1949年来台湾哦，台湾没有现在这么进步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说那个家伙发的文啊，然后因为他是回一个老师啊，朱老师，朱也是朱，他为什么都是朱的？朱佑勋老师。朱佑勋老师他说什么？为什么那个家伙会回这个？他说：“你是害怕想起来，还是真的忘记了？”国民党，所以真的是1949年来的。没有国民党就没有现在台湾的进步与繁荣嘛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们交给时代来公平。朱佑勋老师说：“如果没有国民党，杨奎怎么会写一篇600多个字的自乖仔一当自由宣言？俩一乖仔一当。”对这个代志啊，杨贵老先生讲啊，我写一篇自由宣言600几字啊。那是另外一组大哥。还没关掉，还关12章啊。我姓杨吼，杨贵，我的歌会足贵，所以我叫杨贵。算算的吼，我吃12章的免治饭，一日算100块就好，因为写一日600几块啊，吼，安尼有贵无？所以杨奎在出来之后常常自我解嘲，我拿过全世界最高的稿费。所以朱佑勋老师回那个朱叉伦说，如果没有国民党，怎么会有一个人写了600多个字被他挂去钻12年？你看你对不对啊？我们向杨奎先生致敬。一个月的玫瑰，一个丛花，一根线钉在土地，不怕风雨，不怕雪，坚强。站在无怨气，伊是特殊的玫瑰花，定在家己的土地。一蕊玫瑰，一丛花，其叶向上无可怜，不惊日风吹。坚心决意袂开花，伊是在月边的玫瑰花，开在黑暗的人啊底。
杨贵老先生，杨贵先生是地未变的玫瑰花。伊写一个小说，讲有一爿爿啊，踮咧修理涂骹乌涂，雄雄看到一挂砖啊，砖啊角，啊甲翘起来，哦，有一蕊玫瑰的这个花苞啦、花苞啦，缀咧遐。但是呢，春天的光搁一照落来，哇！伊就看到玫瑰搁再展起来，搁再开出来。这个代志，和杨贵老先生讲，给一个春光关不住的启示啦。虽然咱的人生定下拄了真侪困难，当政者一定要共一直压迫。日本时代，日本人一直压迫台湾人；国民党时代，国民党嘛一直压迫台湾人。以后哪有什么时代，咱唔忙。唔茫阁有即个压迫嘅代志发生，总是咱即马拄着压迫，拄着困难，拄着隔壁嘅台西国，他们讲东讲西，一天到晚派军机。哦，你们台湾地震哦，哦，我们可以派军机去帮忙。哎，不用不用哦，谢谢，唔免哦。咱拄着真侪困难，咱拄着真侪艰苦，总是咱学习，像杨贵老先生，就是地未变嘅玫瑰。环境安怎困难，环境安怎艰苦，安怎拄着压迫，咱同款要亲像一蕊小小的玫瑰，这个花苞，这个布芽搁布出来，咱就要开出上界水的花。唔是干那咱一个人开一蕊花尔，所有人一蕊玫瑰一丛花，一蕊玫瑰一丛花。长花，春天若到就不变，南风对头顶吹过，玫瑰搭帐啊，拢开花。台湾种的玫瑰花，生在咱岛屿的关山甲平地，生在咱佛摩萨的四季，比比的多香。是过时，一蕊玫瑰一丛花，一蕊玫瑰一蕊丛。